这是一个香菜被禁止的世界，一些深爱香菜的人们只能被迫偷偷的种植、交易。但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香菜变得越来越稀少，他们只能铤而走险，才能享用到这西式的美味。可恶！我们到底要在这里躲躲藏多久啊？喜欢香菜错了吗？就是要在大场面线上撒下大把大把的香菜，现在摊贩都不给我加香菜了，这样合理吗？这样公平吗？现在的货越来越难买了，该找时间干一票大的了。条子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我去看一下。天哪，集团已经把这门口包围了。什么？悠悠，为什么你要靠住我的手？对不起，其实我是警方的卧底，我也是很受不了香菜的。悠悠，你竟然背叛我们！快走吧，警察来了，我们从后门快悠。鱼竿，鱼竿，他们从后门逃走了。我在他们身上装了定位器，但只有四分钟的效力。收到，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抓到他们。飞毛腿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，怎么可能真的让你抓啊，傻子啊！抓到你喽！哇塞，这雨雷跑太快了吧！没办法了，今天的我没有极限。居然是隐身术，看来你是要跟我玩真的。竟然设置了障碍物。老娘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！别跑！剩余时间不多了，再撑一下！后援部队赶到了，封锁线也拉起来了，逃跑的范围将越来越小，没有人能逃出我的追击。今天的我想都别想。冲刺途径，不好意思，你GG喽。Game over。放开我！不要拿走，这是我的精神依托，那是我的命啊！不要！哎，只是游戏而已，输了不用这样大吼大叫吧？不然这次我们角色互换啊！好啊，这次我一定会抓到你。只不过，刚刚我缴获的香菜，得先给我。